有人请进来无？这花枝条，这花枝条。阿姐来啊！一百块了没啊？一百块。还有两花枝，花枝卷的吗？一百。来，再来，还有两个。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够了没？奖回去够冇？来，一百。三十。真心好吃的哦，一切都会真的恰巧的，真好吃的哦。好。 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来，摆表一个。是是，小智，我们鳕鱼薄片，切八九，再十一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再减一条啊！哦，再减一条，再九十块，含微单，含微单。来，九十块，有没有？春江卖了，高十啊！ 拢有啊，大哥你第一条咩哦？这个十九条，改说五十分。好，请简单处理的话，像咧一工炸一千块，人家欢喜。来，啊，这恁家有没食鳕鱼无？恁家有没食这个铁板烧鳕鱼？这拢无多空的，这等个收完钱了，拢未超出百，够油拢无起。哦，加一支中中块尔，你若要食蒜苗，我来讲这包薄饼啊。 这四两上好的，吼，来，今仔要食嘛？你开一千块八百，无包你甲收起来。一个人要上桌啊，三百块了。来，三百。有人要食鳕鱼的无？鳕鱼铁板烧，三百块你肯定整啊，这好物件，我给你提供起啊。三百有人要啊无？三百。来，三百。有人要食鳕鱼铁板烧无？三百块尔。哎，三百哟。三百够人要整的三百块，无人客气哦，这招招你买要买这哦，这上好食的，来你来收起来。那无安尦啦，好无？我再搁送你啦。 新规是，我加一坐着哦，恁个，来，再个，再个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铁板烧鳕鱼三百，有啦咩啊？来三百啦，一个哟。来三百。你先加钱的先啊，我这图片也无你阿个白啊。来加两无加价，来，搁一个人加，唔免五百四百。来三百。哎，三百哟。我来要食鳕鱼哦，三百。头前，你头前。来三百啦，一个哟。来最后一个没有了，我三百块。来，叫人三百。最后这个就是叫小智去的。 来，过来让我跟起我，来最后这个沙发上面写鳕鱼。来三百哟。拢有啊吗？这最好吃，你若不爱吃，还搁一个人加三百。来到前啊。谢谢，那你感谢。来，来你那边这吼，来，来沙茶炒，我拢是直接过来去摸嘛。来，有那边吃这无？伊这叫迄个海鲜排。 诶，你做对唔好啊！伊只海鲜排等于我爱讲，你用经济股小可以，一点点啊，甲煎到赤赤有够香啊！三块，三块外口你八块，即六块，六块就三百，我唔免三百，唔免二啊，我来先加钱，人加一百咯。来一百啊！有人要食海鲜排无？一百块尔。你买一包，我七块，你我八块，你来我九块，我十块，一个人加来一百咯。来一百，一百啊！来一百，佫有人要煎诶无？一百。诶，一百啊！那海鲜排佫有人要煎诶无？ 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二块、四块、一块、五块、六块、哦，你七块、哦、你九块、十块、一百块。来一百两块啦！好，还有海鲜排吗？有没有来啊？来，我过去来。来一百。左边没有。来一百。三块、哦、你四块、五块、六块、哦、你七块、来八块。啊？一百块有咩来无？没有咯。来一百。啊，这你搞要蒸无？这个好吃哦，这好吃哦。哎，一百。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、哦、你七块、八块。最后这一百够有咩来无？来一百哟。 啊，这你搞要蒸，这最好食，这花枝海鲜排，这蒸到赤赤的足香的啊！这啊，这是一包，有咩来哦？卖到上去啊！一百哦。拢有啊，吼，所有拢啊。来，到人要买五十的无？买五十，等我蒸看卖啊，卖剩几十块啊！到人要买五十的，有十啊，有啊啦吼，拢有啊吼，来试试先。来，要食啥拢爱讲讲，到要点啥物菜哦？到人要食阮这个上高级的这个，这大家拢卖无够，大家拢抢了了，吼，这地你等于蒸看卖。 讲我是啊，甲这边工地个地大白哦，唔是我厉害，我无厉害，吼、哦，是伊个信用，伊个品质好，大家认同，买着拢会搁当来，好无啦？你唔免相信我，你相信这只地大了好无？今仔要食唔免五百四百，拢免哦，你开先加钱，你三百五。来三百，三百。有人要食白带鱼无？三百块，这大真的做好食，规个拢中块啦，百百吧。来四个人加，我三百啦。来三百哦。有人要吃白带鱼吗？三百块。大白带哦。我来讲哦，我一个五个人加出去了好。 你搞要三百，我这地个送你。你搞要三百，我这地个请。你搞要整块饭，肉真正会甜的，这地个来，这地个来，这地个来，来三百招一个加钱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块来新加钱，这地个，这地个哩，这地个来，唔免考虑啊，真个咯，这地个哩啊，三百，有啷么整的无？哎，三百，这地个来三百，我等你啊，新加钱的啊，这地个哩真欢喜啊，这地个来，这地个来，来三百，三百啷么来无？
尖吗？阿姐，我问我的良心跟你讲，哈、哦，你听我讲，这是一只四仔蛋，我拼来这内底地数，外口菜市啊，口尾剁掉都两本。你真正内底买这大只白带，一尾买150块，真正你来搞浪费无紧，好无？阿姐，我讲完听哦，我卖物件，我卖一个，你搞买三包，我加料给你，我给你吃，欢喜。今天我今日大家欢喜，这地过来，这地过来，装波姐，加三包，阿龙爷，这地过来，这地过来，吃欢喜啊，300块落来，300块，个人要白带鱼的无？三包，三包，我这加三地给你啦吼，加三地啦，给咱煎啦，真正甜的啦，来三包，个人来上面吃来300，来三百啊。够人要来无三百块？三包。皮大够人要煎的无三包？来，第一不坐啊，第三个啊，三个难受一服。最后一个三包上面无啊？最后一个三包上面几啊？皮大三包，三百。啊，今晚请问你讲吃不了，你要买一半无？100块，因为我不管送。100块。有人要买100块无？你等我7000块吗？100块够人要来100块。150哦，来100块。有人要买100块的无？阿姊边啊？来边啊！后边阿姊，后边啊！后边100块够人要来无？来买有啊！拢有啊！吼，各位第一个买300是啊！大哥你啊！大哥，我只问过这地哦，你平价豆豆只100块全部拢我你了无？来，我大哥100块，加我送你啊！吼，来，阿小姐你个菜刀过去我一下无？麻烦姐，来，我那无？大你个换箱，换落我去啦，我换落我去啦，大，好来。就是你用台下面我底小红汤包去批发给你。来到人要吃我公司的萝卜糕，这菜刀粿，这是我十地在港式的平底锅烧，我煎一下，恰恰吃有够好吃。啊，来，这是包100块，2包、300、300，唔免300，鱼啊无爱吃菜刀粿啊，200来了。来200啊！来200了。有人要吃萝卜糕无？200块。200。哎，200。这200鱼十地菜刀粿卖200，这200免钱送给你40地菜刀粿港式的啊，哈，这有茄皮啊，欠芒加萝卜哦，200了。200啊！有人要吃萝卜糕无？阿姐，你买2包试吃看嘛，这真正好吃嘞。好吃吗？100了，试试看看。来，有人要买100块试吃看嘛？来啊！试吃吃看嘛，真正好吃。再来啊！来100，100够人要吃嘞，我吃。100够人要吃嘞，我吃。小志姐，别个嘞，免摆，别个嘞，别个免摆。100够要来无？我来啊！来松，小志松。够人要啊？来，够人要吃小笼汤包，这150了，等下电锅吹吹就好了。花你500，花你400，咩？我花200，一只剩4块啊！啊，这金真正有信用啊！这金你吃好嘛？新价钱哦，100块了。100，150哦。来，小红汤包我100块。来边啊来！来小红汤包，来边吃我100块。100块，一只剩3块，这真心好吃哦。好吃好吃。最后2包100块结束。100块，来个来100块，这就100块。来，那就包100块上面吃啊！美女你要吗？阿弟啊，谢谢阿哥。没有了哦，谢谢。啊，来那个啊，小哎，赶紧去包上来。哦，好 ，OK。来那个蒜鱼啊，大地好不好？来鳕鱼，来。啊，到尾我今有一个新产品给恁介绍，好不好？来，新产品先我一个，我拢袂记恁介绍。啊，这我的新产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是那个来看一下啊，东城韩式炸鸡胸。哦。啊，你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可以了，拿去就好。来，你看一下啊。东城韩式炸鸡，这里都有3包，三路的，一包的3包，这色的啊，这是 7-Eleven 那个咖啡，行落去那个微波用火烧就使食。阿姨，真久无看哦，嘿嘿，来，你要吃东城韩式炸鸡，一人给3包回来。来，我来讲，今仔我让你大家尝鲜吃试吃，用火烧就当食，300-500，你先给钱啊，100了。来100，来100，一包就33块，兄弟啊，快点买啊！一包鱼，非常好吃。老板，你下蛋我吃。没弄啊，没弄啊，无，100块了。还两个啊？不用袋子。100块了没啊？这100块33块买袂着啊？来，等我来倒底。100块买来无？几位来啊？过两个几位无？没有咯。3包一盘。3包100，绝对无可能买着这个价啊。100啊。阿姨，我办钱了，你个，你个办来我去。阿姨有过啊？来，鳕鱼个，鳕鱼个，鳕鱼你咪放去啊。来上面吃鳕鱼，来阿姐，我先跟恁讲吼，阿姨你坐起来，无紧啦，等恁等嘞，你坐起来，阿无阿歹客啦，你坐起来无紧，哎，你的微博来，喊你手坐起来，关起来无紧啦，你关起来，来，你用红色叉烧无？来阿姐，我来讲吼，即卖蒜鱼拢无同的啊吼，都贵。卖萝卜糕。萝卜糕你100、200。一
一百。一百来，萝卜糕给两包起来。啊，这番起码算你拢大地哦。哦，拢只大地哦。啊，来，这下早之前只有三十地嘛，这马只有他一二十一至二十二地。啊，来，今仔要食大地算你人家，看你少爱无，八百无，七百无，拢免五百了。来五百。鳕鱼上面只五百块，大片的哦。五包。全部拢好切，特别的只包啊。来五百，上面只五百。来五百呀。来，这地过来，新价钱，这地过你，这地过来，这地过你。哦，一个百外块尔，来，我来讲，今仔新价钱，咱加等下。三个，还一个，这个要加嘞，这个要加嘞。两个啊，五百。倒到你车顶，不好意思，倒到你车顶。五包。恁家所有人，两个啊。头前讲，我头前。恁家所有人，给听我讲一句话。好，来听我讲一句话。你即摆五百块放伫你的手里，你就知影，比之前五地五百块重。哦，你放落，你就知这要求多大。算你个片。三个。两个啊。三个，四个。来，算你个片无啊？最后一箱啊。几多？拢无啊，四个。无罢了。这种要求大滴啊，哎。三分啊。你买几个啊？剩一箱尔。我这好要先卖了啊。那照四箱尔。买够买来无？无罢。好，还要三份。一袋过来，一袋够，一袋够，你无罢了。哎，五百啊。来，搞你个爱无？哎，什么？买啦买啦，这个赶快啦，赶快啦，这个赶快，你用签的啊。来掏钱吗？我现在我变钱没有了，阿姨帮忙打电话去。哦，来，要不要来？我美女你好吗？来掏钱啊！对啊，要收啊！什么情况？掏钱有点轻，有点轻。等一下，你等下，姐咯。来，反正你什么代志跟我讲好啊？你什么代志唔知啊？你跟我讲好啊？来，上次收票，你先把我讲掉。